它里面呢，它会有一个15包，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，OK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Thank you card 来的，OK，then 每一天呢，你们可以服用的是一包到两包的那个sachet 的，OK，首先我示范给你们看它是怎么样的服用，它是呢粉状的，OK，它是小小一包3 gram 是粉状的。So 你吃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倒在那个水里面，你掺在水，或者是你直接这样子服用也是 OK 的，它是很方便的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，看到吗？它是粉状这样子的，OK，你可以这样子直接，它是酸酸甜甜这样子的，一包3 gram，又或者你可以掺在水里面。OK，如果是水的话呢，你大概倒一个50 ml 的水。大概这一边，然后你把那个粉掺在里面。我现在倒给你们看，OK，大概是这样子的水，OK，然后你把整份倒下去，然后呢，你把它搅均匀，它就会变成这个颜色，OK，它是酸酸甜甜的，然后你就把它喝下去，就是。那个不用的那个 direction 就是这样子，OK。Okay, thank you, Sue. So, 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顾客的个人喜好了。因为通常如果方便的话呢，我就是直接撕开来一包一包吃就好了。有些人他们是喜欢比如说用来掺水呀，或者甚至是掺 yogurt 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就看他的顾客的个人喜好了。好像 for 小孩子来说呢，他是1到11岁呢，一天半包就可以了。我们成人的话，一天一包到两包。